我们为什么要探索宇宙？我说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我们载人航天的话呢，可以说国际上有些项目是不带我玩的。美国的国会立了个法，在航天领域是不跟中国合作的。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，才能真正的掌握技术。你要有实力，你在国际合作中你才有话语权。宇宙就是个海洋，我们现在能去我们不去，将来的后人也怪我。别人去了，别人站下来了，你再想去都去。我不是为了某个人而干，我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我们民族，为了我们的事业。星河璀璨，人间理想。看今朝，耿耿星河，迎来东方破晓，高歌云霄。皎皎明月，嫦娥揽月禅宫，梦耀九天。漫漫天路，祝融乘风探火，光耀星辰。座座身芒，天宫寻空万里，一朝梦圆。我们正不断地向世界回答，横亘古今，飞天探索，前行未断，寻求真理，航天征途，格物永续。在航天事业发展的征程上，勇攀高峰，不断前行，为建设航天强国、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，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